阳台，阳台，阳台。我叫你啊，你还叫你半天，你听不到。赶着饭点来的呀。我啥赶着饭点来了？你不是说没肉吗？我这不就给你带着腊肉还有外婆菜来吗？我只是想着你，我啥赶着饭点来？我顺道吃个饭嘛。啊？那你还是吃饭吗？腊肉啊，还有外婆菜，你看看这腊肉。这什么腊肉呀，这么丑。这我洗干净的，你懂啥啊？这农村的腊肉就是这样的，农村的腊肉才香，这土腊肉你不懂。这纯烟熏的。我有好东西，我直接给你捞过来，我直接想着你，你看我对你多好。干嘛？烧火呗。行，我去，把那个牛奶给奶奶捞过去，我再烧。切上了，给你贴烧火呢，你干嘛呀？跟奶奶聊了一下天。你看这腊肉，你看这腊肉怎么样？你还嫌弃？看看这颜色多好，香不香？切着这个感觉挺香的，对吧？你这切这么厚啊？啊，这么大一块。等会有点咸了，这么大一块的。不咸，吃咸点，看淡点，晓得不？那我现在准备烧火。快把火点着吧。行。啊？辣椒，行。玉米杆子吗？
吃个饭的。什么？忘记了。有骚。你再搬回来，下次过来请吃。是不是？去找你。是不是？行，那行，那我去找个背兜。